你在踹什么椅子啊？太夸张了吧！嚣张哎！你想干嘛？来外面。去外面干嘛？没水准。没水准的是你，你乱你椅背，你没水准的。哎，怎么了？会有声音的，会有味道的，不太好，没有办法换位置，或是跟工作人员说起冲突的话，感觉也蛮可怕的。我觉得都可以，味道不会影响到我不安全。你在踹什么椅子啊？太夸张了吧！嚣张哎！你想干嘛？来外面。去外面干嘛？没水准。没水准的是你，你乱你椅背，你没水准的。哎，怎么了？换了椅背又要打我，还要侮辱我。你有没有去跟你讲就好了？你有没有去跟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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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你有没有看人家的腿？我没有看到，人家那个腿是在那里叫的，管人家生气不生气，没有的。今天初步的清查，在行内一共有17部的车辆，然后玻璃一部抓遭到毁损。本分局获报，立即成立专案小组，他又发现其余的车辆，然后玻璃一部抓遭到毁损。走，警察来找我。违反了行车罚偿法的第25条之一项，还有第26条，那我们会依据停车法第37条的部分，对他可以3000块的一个罚金的。